中国我所采取方，朝堂如何推翻暴政，把独裁者赶下台去，无需造反革命、学生运动，也无需里应外合围剿，只需在特定的某一天，你与他的生日，让媒体起标脏话黄腔，我操抄他，伸出中指来统一朝上，千万不要跟豆腐明哲讲道理，道德也不适用于他，我操抄他。一句脏话喷射起全部周周愤怒的力量，在每年的那天定时发射，来自全球各地，如果被全人类唾弃怒骂，一定会把他干翻搞垮，要么下台，要么疯掉。不要批示这种骂战脏蛋的公司，可把他当作为死取害的公益广告，无需付出千百万人的生命或将一国陪葬的代价，来吧天南地北一同气爆抽口某某某，我操抄他，没有脏话不把他老妈带上。